请问刚才这段舞蹈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熟悉？好像是逍遥说的那个角色的舞蹈。对，因为这个舞蹈是您参与了一些编舞的工作。对，我也有跳。对，有一些动作捕捉。是。那你有没有发现他跳的这个版本好像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？对，加入了很多的花瓶的元素。花瓶。